也很真实，我们就先往大块的做，这都可以剪的。你看，这是那边崩过来的东西。你在拍录像吗？在拍录像。嗯，这是那边崩过来的东西，你看吗？有一些东西根本不是汽车上掉的，而是那个集装箱的货柜的那个铁皮。我们继续往深处走。我们来到最近的地点，你看那些集装箱都已经炸成那样了。灾难！看地上渣子越来越多，看地上砸的坑都能开着。当时蘑菇云就是从这儿起来的，爆炸点，得多强的爆炸才能一下子把这东西毁了？这个翻，相隔不远，差不多有500米之外的那些集装箱就要好一些，看到了吗？得把镜头拉伸一下。你看这个集装箱是砸过来的，